台股创高也带动了零股的交易更加的热络，尤其从全网台积电就可以看到，从盘中零股上路到现在，股东是暴增了将近4.2万人哦，而其中这个零股股东的部分就增加了快要4万人，是有3.97万人这么多，平均每个人持有164股。那我们就来看到数据，我们是以今天全天交易的股市来看零股的部分。台积电今天一整天呢，它的这个成交金额就成交股数就超过了79万股，而它的成交金额呢，只是高达了3亿7687亿元，这个是一举推升了盘中零股的总交易额突破了8亿元之多。而接着我们来看到，包括像是台湾五十啊、嘉联益，还有鸿海以及元大高股息，这个成交股数也都是破10万的。而台积电部分，我们再来看到，其实今天我们提到它的这个成交股数，其实就占了整体零股交易的一个46%啊。而我们来计算一下，如果从450元涨到今天我们说台积电创新高嘛，是484元。如果你有投入买这个零股的话，你的短线报酬是高达7.5%的哦。而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是以成交股数来排列之外，还有包括像是大立光、联发科以及国巨，它的成交金额部分也是相当惊人。像是大立光今天的这个零股交易的金额就高达了1亿526万，而联发科的部分也是超过2800万之多。而其他还有包括像是玉山金啊以及鸿海等等，这个散户的成交量很大，账上获利也有很好的表现。盘中零股交易上路，台积电股东暴增超过4万人，其中买卖不到一张的零股股东就增加了3.97万人，平均每人持有164股。从10月26号盘中零股交易上路以来，台积电从450元涨到484元，短线报酬7.5%，台股创新高，台积电创新高，PTT 股票版成为热门讨论第二名。更有恭送466T 学长黎盈当作摆名，也就是代表买在前波高点466元的投资人总算松一口气。自从盘中零股交易上市之后呢，本身台股就在一个创新高格局，一直到现在。也就是说呢，从这一波零股交易制度啊开始使用零股交易的散户们呢，其实这一波多数以来都是赚钱的。零股盘中交易以来，台积电、玉山金、鸿海这三档散户成交量大，账上获利都不错。16号台股大涨。台积电盘中零股全天成交突破79万股，金额高达3.7亿元，一举推升盘中零股总额突破8亿元，打破新制上路以来纪录。而前五大热门盘中零股，台积电持续居冠，其他还有0050 19.1万股，嘉联益16.4万股，鸿海0056也都上榜。台积电零股成交量大，零股达人也分析，因为零股与整股的手续费率不同，透过拆单套利的小方法，直接用台积电试算。台积电的话，我们用400，如果说像今天收盘是480几块的话，你如果说你是直接单纯买一张的话，它的交易成本是617块。那我会建议啊，就是说你要大概是拆成6股。六股可以符合券商的零股优惠，也就是说六股的话，一股手续费还是1块钱。如果你拆成六股的话呢，你是一千股来说的话，总共是要下单数是167笔之下，所以你支出成本就167块。台股大涨，持续创新高。10月底上路的盘中零股，小资投资人不仅已经有了获利，各种操作也持续成为市场话题。记者叶雨玲、林秋强台北采访报道。